那这个 Home Depot 来把那个护目镜退了。护目镜这边能进吗？这边能进吗？啊，过不去，从前边过吧。啊，Home Depot 这边人还挺多，好多人都戴着口罩。先去一下洗手间。我觉得戴上棉口罩吧，戴棉口罩。这边是卖的各种水泥什么的。这边的是砖。还有什么围栏是吧？围栏之类的哦。这个关上了，这边都是什么白灰水泥是吧？水泥应该是。他们的员工没有戴口罩。有的带了，有的没带。这个饮水器不让用了。